一定是叫丁贵药材，还是粗暴？那是金马！你哪来者？我唔是跟你讲过，无代志唔通来库房。啊，到迄库房内底哦，有一挂药材啦，我就想讲起来研究看看咧。啊，准备哦，啊，即班的比赛啦。 你都要好好用功，安尼也退啦退掉哦，赶紧转去，这个比赛就看你的表现啦。阿姐，多谢你。嗯。谁了谁了？阿东，我哪里没有叫？阿玲都叫阿弟讲些什么比赛？ 我阿叔啦，讲起办迄甲边个比赛，哎，我甲加枪比，赢啦吼，就咱继续就无啦。真好呀，这场比赛你一定爱赢啊！啊，不过我无把握啦。哎，有信心啦，你哦绝对袂输你差不多的灾难啦。好啦，你不如买药，等伊离开就大家咪讲。 用利用，这是用什么草啦？啊，这治疗，哎呦，啊，我拢看无，啊，这内底的机，我嘛无实在几个，是要安怎赢啦？啊，站吼。 我拄到头家，我物件迄个贼啦，啊真奇怪呢！伊讲啥物，我的阿母是鬼，啊想要见我。唉，老人讲哦，我的阿爸阿母是有名的神医，我哪知我这个后生遮尼无路用，一定真后悔，我这个囝。哎呦，你莫死气啊！来，这有啥物款啊？来，你看。 这个字哦，两大，两大草，治疗黄疸。哼，两大草，黄疸。哼，哦，你看有哦，那这厉害。当然哦，我实在一个医术只有厉害的人，阮吼拢叫伊公的。啊，我想着，公的有讲过，大夫除了看白贴药啊。 那是会当开天眼，这意思就天下无敌啊！开天眼，刚刚这牛的目屎真正会当开天眼？嗯，啊，问题是你安怎会流目屎啊？嗯，你看后壁，我来了。啊，你个细弟了。哦。 牛哥啊牛哥，你哦要给人杀啊！会想安尼倒，才可安尼找，你是大家足强，足想要偷的，对吧？哎哎哎，巴肚巴肚，唔卖生气，唔卖生气哦吼！啊，迄只小牛是不是你囡仔？原来伊是烦恼家己的囡仔，啊，卡输。 因互刣掉，迄只小牛毋着甲我共款，自细汉着外母。头家啊，敢袂用卖台迄只牛母，还阁小牛，互因继续替伊累残啊！啊，我会付你钱，莫互因母仔囝分开就好啊。这，拜托啦，就算哦，小我将因买落来，敢袂用？ 好啦，好啦，没力的，没力的，多谢你。真好，你母仔囝总算会当阁继续生活。啊！
钱，巴肚。哎呦，伊两个之间哪会出去这么久拢无回来？我巴肚已经枵到大肠过小肠啊！好啦，你莫搁叫啊，你枵我嘛枵呢。哈、啊。盈盈哦，就是爱脚出来咧行行咧，吸一个新鲜的空气，安尼你病才好较紧。我知啦，爸。有人啊，有人！快点进门。好。你这个乞丐，要去搬去别个搬啦，这无什么物件给你啦。我不是乞丐啦，我是想要问。阿爸，阿爸，你莫生气啦，这阿伯哦，应该不是挑工的啦。你想弄？哎，哎呀啦！你的病搁发作啊，惨啊！药我煞未去查出来，那是要哪才好？我未当转过，我未当转过，我爱药啊，爱滴药啊！嘿嘿，别急啦，好啦，你是来创啥啦？竟然这人又走了！卡叔公伊若是有这万念，我来叫你赔命。你，哎、欸，爸，你无代志啊？我今物较好啊，死救我的！大诶，啊恁做鬼敢那袂歹呢？我看你哦、喔，做鬼都袂老呢。啊，行路嘛真方便啊，唔免安尼滑来滑去，啊拄着病哦，啊咻一下就会当穿过啦，安尼真方便呢吼。哎呦，大个啊！你莫那油头革命啦！这么侪年，我拢无陪伫伊个身躯边，我就是一个无够格的阿母。哎呀，这话嘛袂当安尼讲啊！啊，大个，啊，你进前是安怎会甲你囝分开？还佫有啊，你是安怎翘起个？我是去予人陷害个，伊母老阿公我讨客兄。了后就搞我政治啊！我感觉伊毋是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甲阮囝才会过离婚年这么侪年。啊，真实的哦！嘿，那安尼听起来，啊，寇家的法术哦，凡世甲溪边的法术同款呢。我无应该妄望讲这世人，皆当甲阮囝相认。我即马是冤魂，无得卡。过无几天，我就魂飞魄散了。哎，你莫这么失志啦！哎，你想啦，我拢有才调，把你从溪边救起来，予你入去苦教，迄对我来讲嘛是倒地人间啦。真实的，你要跟我斗三工，就算讲我安尼甲你拍，安尼甲你踢，甚至我想。哎，别别别，大，用讲的就好。虽然讲哦，你安尼歹亲情，那要赤白白，这三不五时甲我拍，甲我争，但不过你放心啦。我两钱哦是一个真有八档的人，袂甲你计较啦。两钱多谢你。用心啦，你母囝小林这个代志，我绝对甲你处理甲好势好势，我挺你到底啦。嗯。我想要放尿，你给我提一下。哦。我还没回来啊。巴肚！你死相，那小龙哥到底是要创？你倒来看。巴肚！巴肚！你真正比较无代志哦。我就知影，我两只小妹绝对上巧，绝对会无代志啦。我是无代志啦。阿姆哥你，我看你是大家骗一心嘛？你今麦佫加下路去搞搞钱的？好，你莫一直叫人撸鬼啦。其实哦，伊真可怜的。伊跟我讲吼，伊的名叫做秀珍啦。啊，伊在生之前哦，我鬼伊枕头的人冤枉，结果哦，真敌人来死去呢。而且伊跟我讲哦，伊唯一冤枉就是咱甲伊囝相认啦。啊，因囝就是迄个啦，伫咱街仔路吼，甲阮创空迄个啊，身躯有挂平安锁迄个查甫啦。啊，来这多好啊！我就是吼，咧挂平安锁的人，靠人去助教管。阿娘，你请我花的口感，有一间专门靠宝贝房间的。
进来。太切了！哎呦，问题就是我又不找到那个房间的开关啊。啊，不过拄则临时讲，那个老鬼想要回去靠家改嫁小林。我若咱就好好利用这点。冷清，你是好阿伯，哪会这么久啊？奇怪，你拢是走去倒啊？巴豆，你看。你想干嘛呢？吼，你真啊足厉害。阿叔来，要安怎？来，你靠我，我即摆替你抹。好。以假爱以人为本，那是行低路，会绝非正道。五路公主，你倒位啊？请找到我指点一下啦。这比赛吼，我要做怎样啊？五路公主，细龙啊，啊你是伫甲谁讲话啊？阿母惨死，苦家搁对我无好，我若无把握这个机会，什么时阵才能替我爸母伸冤？无什么代志啦，啊！你今日替我姑姐牛的目屎，这个比赛不管哪，我拢要赢。这个林世良，定睛啊看。搁不哩缘投呢？好啊，你目睭别开看麦。好。嗯。转转转，跟刚刚为什么无同款？干哪？我有啥物无同款呢？好，我哪安尼啦？喵。嗯。什么声音嘛？响！哦，你有听到无？我巴肚就要就要，哎，你无爱开出家呀？紧嘞了，对啦，我多听我声。紧嘞了，我就要，我就要，就要。喵！你是变哪里出的呀？你不是讲你有办法，我你变酷噶？啊，刚刚你的办法就是安尼，喵喵。不是啦，那是因为。这就是吼，看宝贝迄个房间的位置。临到的时阵啊，你着乌猫仔叫，啊，甲我拍暗号。到时阵吼，我会负责甲恁说着应开。对啊，莫话迄女鬼。哎，我是讲小静啊，伤紧哦，快点应嫁吼。为着哦，你相信我啦，伊叫我讲去做啦，吼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你看啊。哎，胡阿哥打伫遐呢，你敢真正有办法会当破解啊？哦，看起来你是唔知我两指大爷的厉害哦。咱无说你吼，把迄小金拿位迄水内底放出来，你敢会记你想啥物啊？我会记你迄当阵，咱两个手平安锁啊，我来甲你钓。啊，你无说你跌倒，啊，落尾伊就为起来走出来呢。平安锁面顶吼，阮囝的火啦！啊，迄时阵啊，我毋是摕迄平安锁啊，跋倒去卡着水，无得看吼，这平安锁就是破解迄户外关键呢。对，恁囝平安锁就我这啦。你想要创啥啊？你是不是要骗我？想要说骗我？不是啦，我拢已经答应你，我绝对会听你啦，相信我，我有办法。嗯假使讲这个平安锁那是无法度，把这个符啊毁掉，我就用刀啊，把这个符割个破。古早古早，汉子吃个饱，恁讲娶恁妈。我又起来了。
囝。出去跟人做，总是要做你看。啊，我骨袂用你是要安怎啦？阿豆啊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是，想要啊，我想要啊。拄仔好啦，拄只有你食暗顿的时阵，阿姐听讲厝内底有贼啦，啊，饭食无几嘴就走呀，我都趁这个机会，吃这好料，来给你吃。哈哈，那个老鬼这么粗茶，可我中也打不赢，这样我有什么好烦恼的？那个菜要怎么？来啦，吃这啦。哦。阿豆，自从了我这地方身体，我拢无好好让你吃顿粗饱的，不怪你的病哦，一直拢袂好啦。趁今仔日，来你补一下。世良对我这么好，我煞只想要偷摕靠家的物件，搁一直利用伊，我安尼敢着？我的面受伤哦，啊无你来倒我静静看。无啦，我是咧想吼，像你这么善良的人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虽然以前过甲少苦、少凄惨的，啊，不过以后吼，只要你想要找人讲话，我拢愿意听。好，来配菜。这是上尾一次利用这对可怜的母仔囝，代志办好了后，我一定想办法，让因母仔囝小林，安尼对因马上是弥补。你听我解释，但是哦，不是你想安尼，伊是我的病人啦。苗爷，你怪伊，伊明明就是一个无家教的查某，你搁替伊辩解。哎，不是啦，真正不是你想安尼啦。我俩伊去叫我阿爸，叫阿爸替我自己讲讲。无啦，不是啦，算算我。吃啦。啊？你当细龙？伫这鬼仔后壁的房间，啊，这内底是咩落大人啊？哎呦，我听讲哦，这酷狗对恁家细娘有够歹啦，阵内伊的药材哦无卖完啊，要家己拍、家己针、家己擂、家己斩，吼，搁家己苦度呢，哦，搁家己乖伫个内底啦，无予伊饭菜通食啦，有够可怜啦。嗯，安怎？啊，你无要相信哦？啊，无要相信就算啦。规定哦，你着永远看袂着恁囝，我也无差。哎，等，我相信你啦。喏，大，紧嘞！你看卖内底吼，敢有啥物天山雪莲、千年人参、人参宝，或者是珍珠玛瑙啦？紧嘞，有无？带着工作的金星，哪会伫个家啊？淡水三芝高僧论述的保生大帝，是真有特色的民间信仰，也因为每一个钟头轮流奉祀，一直维持着当地居民的感情。保生大帝哦。啊，这个当时是干有一个香炉，啊，这中了李家因都相遇好了后去刻存佛光出来，
也就是咱即卖大祖，遐大祖因为真侪人来拜，然后有真侪人哦来请去伊的砖头，甲请去因家拜拜，啊，定无反不讲啊，所以全国刻二祖、三祖、啊四祖，啊，因雕好了后，因为拜的人愈来愈侪，即卖有高尊保生大帝，啊，高尊才有够用安尼。早期淡水三芝分做九个砖头，因为大道公真灵性。每年报名选路主的人真多，大家拢想要甲大德公请登伊家己的砖头来奉祀。烟雨江畔一船灯，一孤芳一个人，我带走片片雪花，织了一个灯，心好冷。只要想你我的心。谁人知有我生，就让思念轻轻吻不离他。那一夜的我们，懂了为爱相许的泪痕，情愿一生相依，心有那么真。眉间淡雨落纷纷，为你死花一段情，千里相思路为你弯。